主料土豆四个，辅料葱姜蒜辣椒青椒红椒盐味精胡椒粉。制作时间十分钟内，把土豆削去皮，把土豆切成丝，土豆丝切好后放入水中洗一下，捞出备用。青红椒切成丝，切好葱姜蒜辣椒备用。锅烧热，入油加入葱姜蒜辣椒炸香，加入土豆丝炒一炒，放入青红椒丝炒，再放入盐炒到八成熟，最后加入味精胡椒粉拌匀出锅。烹饪技巧，炒土豆丝时不要炒的时间太长，炒烂了就不好吃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